母猫不做绝育能活多久？母猫不做绝育能活多久？母猫做不做绝育对于它们的寿命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是说它发生妇科疾病的风险会增高。因为如果说不做绝育的话，很多时候在中老年的时候会并发一些类似于子宫积液或者卵巢囊肿或者是子宫蓄脓的一些妇科类的疾病，这些疾病是有可能造成它死亡的一个原因。做了绝育的猫就可以完全避免出现类似的妇科疾病了。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做了绝育的猫寿命相对来说反而会比没有做绝育的猫寿命会更长一些。因为它们的身体状态和这个心情包括它们所需求的东西会比没有做绝育的猫要少一些，需求变少了之后，它的心态包括它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会变得更好。那它们相差的只是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其实摘除了子宫和卵巢的猫并不代表它的激素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总的来说呢，可能只是激素偏少了一点而已，但是从身体状态来说它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的。小提示，母猫不做绝育能活多久对寿命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不做绝育，中老年的时候会并发一些妇科类的疾病，其实做了绝育的猫寿命相对来说会比没做绝育的猫会更长一些，无论心态或者精神状态都会有变化。